事情就是这样。怎么样，二位，要不要到我的王国来玩玩呀？你最近又带他跑桌上剧团了？没有，这阵子都没见到他。哎呀，都说了是真事嘛，你们亲眼来看看就知道了。国王啊，不知怎么，我还挺相信你能胜任。谢谢夸奖。和国王陛下同行，我们总得有个身份吧。我是宫廷御用裁缝师。那我是国王陛下的贴身侍卫。虽然的确不错，但我的王国没有那些规矩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先陪我去买个音乐盒好不好？这又是为什么？经过这次冒险，总觉得自己喜欢上这些东西了。你想象一下，要是晚上在我睡着的时候，音乐盒里的小人突然离开脚下的轨道，自己动了起来，这不是很奇妙吗？虽然在国王陛下你的童话王国内发生这种事可能很正常，但要真在现实中遇到的话，还请你及时告诉我。因为以逐影猎人，或者说一般人的角度来看，这是闹鬼。欢迎光临千之屋，认证服务请提前预约。确实都很不错。你们好呀，又见面了。很神奇吧，西木兰卡的衣服居然能穿到提瓦特来，我还挺喜欢这套衣服的质感呢，虽然送快递的时候不太方便。不论是枫丹警备队还是离月千言军，大家看到穿成这样的人手上还抱着个包裹在跑，八成会把我拦下来盘问一番。哎，看来工作的时候只能穿回平时的衣服了。简直是太美妙了，魔法的世界到处都是新奇的东西，风景又好，人也友善。哦对了，我在那之后还回过一趟赐福森林，新人长老将我介绍给了森林的大家，说我绝对不会乱闹东西。我在森林的时候也乖乖收起了爪子，露都不敢露出来一下呢。经历了这么棒的冒险，简直都能换我给奶奶讲故事了。自从西木兰卡迎来和平之后，好多人都说想要出来看看呢，但他们又有些担心在外面的安全。我可以给他们当当向导，用快递箱带着大家在提瓦特到处走走，想去见识新鲜事物的心情我可是最能理解了。每次和你们在一起的冒险都很开心呢。你们好呀，又见面了。每次和你们在一起的冒险都很开心呢。
是仙子大人起舞的地方，真是片夺目的荷叶舞台。哎，老夫也开眼了。不过，仙子大人，那边好像有只狗一直盯着我们。啊，那是斯翁，他脾气很好的，从不咬人。啊！斯翁乖，好久都没见到你了呢。这边的青蛙和胖胖鼠不能吃哟。不能吃呀。啊，可真是一只通得人性的乖狗狗。西泉，我出发前就和你说吧，外面的世界也没有那么危险。嗯，这倒没错。但长老，你为什么要躲在我背后啊？先生，待会儿去台上舞一曲吧。教练院的人说，这段时间都没见到你呢。待得闷了，出去走走都不行吗？这里是学校还是监狱？我没说不行哦，只是看你心情不错的样子。阿莫，这是谁呀？闭嘴，别出声。交到新朋友了。说了别看我在想什么。我没看呀，都写在你脸上了。全都看见了，麻烦死了。Thank you.
可别眨眼。可别眨眼。劳逸结合是不错，但也别放松过头。
可丽今天又勇敢地抓到了花纹奇怪的蜥蜴，从没见过这种图案，你要看看吗？ 请勿大声喧哗，请保持安静。要和可莉一起去炸鱼吗？虽然被抓住就是一整天的禁闭，但鱼很好吃，所以值得。 在哪里？ 城里放炮，禁闭室报道，炸弹伤人，请找上门，放火烧山，可莉完蛋，这就是可莉在骑士团的生存守则。 可在哪里？室内请勿大声喧哗，请保持安静。要和可莉一起去炸鱼吗？虽然被抓住就是一整天的禁闭，但鱼很好吃，所以值得。
哒哒。这里的状况比想象的还要棘手啊！能想起来什么吗？好重，炸弹带太多了吗？还是记不起来。哎，嘟嘟可在哪里？这里的状况比想象的还要棘手啊！这种事故可别说起来，还是记不起来。好重，炸弹带太多了吗？
可别眨眼。
去吧。可别眨眼，去吧。
耽误太多时间，事情可就做不完了。迅影如箭，前面的区域以后再来探索吧。
训引如箭。这世上没有纯粹的自由，无论是冒险还是做生意，风也会有吹到头的时候，机会都稍纵即逝。
Thank you.
后多时了。铁肠苦尽甘来，去吧，无处可逃。血影如剑，只要三分毒，粮让苦口吗？可别眨眼，剑光如我，斩尽无杂。这是巧合。血影如剑，一一速救，只要三分毒。吓到你了吗？可别眨眼。多去吧，无处可逃。
劳逸结合是不错，但也别放松过头。无论是冒险还是做生意，机会都稍纵即逝。三分毒，欢唱，以我之名。收起来吧。潮水啊，一波归来。我来保护大家。当当，让世界热闹起来吧。收起来吧。是要三分毒。蒙德的水清冽，璃月的水回味悠长，道七的水口味幽邃深远，须弥的水味道虽然丰富，但需要细品。
茶会是淑女的必修课，如果你想学习茶会礼仪的话，我可以教你哦。Yeah.
Thank you.
吸收病气，交给会长吧。看我还有几颗子弹呀！此乃天道，开火，安如磐石。看我还有几颗子弹，化作再会了。试着动动手，让你偷袭。嘿，嘿，天动万象头，紫玫瑰特别金汤。看，偷袭，偷袭，我以为的是我的错。是药三分毒，良药苦口啊。露西是枫丹引以为傲的美丽生灵，你一定要和他们做好朋友，也不要伤害他们。看我还有几颗子弹。
要三分毒，可别眨眼！呀，剑光如我，斩尽无杂。
得治治。良药苦口啊。耽误太多时间，事情可就做不完这片洞。与湖中的。
极易断则。疾风遁术，哈哈哈！走了。What?